创新从未改变，行路奋勇开拓。我们是控制阀领域的先驱，我们是宾特尔控制设备有限公司。宾特尔控制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，现拥有温州和丽水两大生产基地，是一家集设计研发、制造、销售于一体的控制阀企业。公司主要生产各类控制阀门和执行机构，以石油、化工、天然气、新能源领域的产品和服务为平台，历经20多年的发展，使之成为控制阀领域的先锋企业。宾特尔控制，以梦想为伴，与时代同行，以控制阀先驱者的姿态，不断缔造着行业奇迹。研发团队先后取得了有效专利20多项，为宾特尔的创新平台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。工业4.0时代下，宾特尔控制加速制造转型升级，从高端设备的引入到 ERP、CRM、EMS、MES 系统的构建，不断追求质量与效率提升，让生产制造更加节能高效。严格的品控监测体系从产品设计开发源头入手，实行全过程项目与批产阶段质量监控，充分挖掘数据价值，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保驾护航。但未来还未被定义，总有拼搏者引领先行，让出发汲取勇气，让技术赋予可能。宾特尔控制，控制阀领域的先行者。